车只要三点钟。所以中昏阮停的味道是甲几个足水的小市区休困。即间味道市政府敢会伤水？边啊，阁有足大个停车场会使停车。我是伫 Google 看到，只要缆车会使坐，啊，阁会使看海，所以我就来呀。15分钟一班车。本日は善光寺山ロープウェイをご利用いただきまして誠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人が紡いだ中世からの箱庭的都市というタイトルで日本遺産第1为顶面安尼看味道的市区，足水的，你看大家拢在翕。远远的山，甲围着迄濑户内海，味道是变一幅足水的风景。这个展望台吼，不管是咧顶面看，还是下骹看，拢足水的。若是有甲阮同款要自驾这条路线的人，我真正足推荐这区来搭缆车哦。为缆车落来附近嘛，有商店街会使用餐佮逛街。大概若看到老神有限定款的这炸鸡，我拢会买来食看卖。第二项战利品，好可爱，章鱼头被刻了。硬硬脆脆的，很香哎，好吃，这个好吃。阮沿途停的这几个小时站，拢会使看到海。这敢若是介骑脚踏车的人上介来的小时站。阮要去红山，要来遮食海产，结果竟然还袂三点，都拢卖完啊！通通都卖完了。好佳哉，阁有剩一个唯一的热狗堡，食一个只要准备继续开车。当时我是伫 Google 看到这个景点，才开始计划我的四国之旅。可爱的龟龟伫咧保护这个所在，真正唔知影日本的展望台是安怎拢会使起甲遮水。你看，才会使看规片濑户内海岛屿甲海景。总算予阮开到爱媛的金治市啊啦！来到最后一个休息站啦，海报顶悬才会叫阮拢有经过哦。这是即几天经过上大的休息站啦，伊的柜子佮做一个桥的形状呢，正古锥。二楼有一个足水足水的展望台，在看。休息站食饭的所在真清气，阁有免费的茶会使啉。哪会这敖煎卵？我大概煎这种卵拢破。伫这个清气、阁水、阁会使欣赏风景的休息站，食一个简单的晚餐。为今次开往稻荷的这段路，路顶有较少，所以趁天乌之前爱紧开到位。水水的饭店，甲水水的大厅，不过房间无大，行李敢若会使开一半。房间内面竟然放黑胶唱片，会使家己放音乐，足酷的。
装备加齐全，家拢会使早去楼骹泡大众池哦。电脑因的下囡仔算大金，还阁水。地板也太漂亮了吧！哇哦，很简单，很简单，可是都用得干干净净的。这间饭店甲大众汤拢属于较现代的 style。一楼大厅边啊，用餐区是设置安尼。check in 完，紧出来看卖啊，下暗的倒好。这下暗七点、三点，这拢得要关门啊。开电火了的飞鸟奶温泉真水，买因的特产干妈做的大福，甲干妈酒，倒来当做宵夜。老沈买的，很好吃，很下酒。我不知道，你当个常人多久？差不多35年。为什么要报分年龄？口味很喜欢。很像蝴蝶饼，酥酥硬硬的，又很像面包。绿绿的，香油跟什么菜啊？有一个味道哎，好像不是香菜味，很香。不喜欢外面那一层豆沙。竟然停在一起，太可爱了。起床了，发现落雨，先来松山三月找早餐吃。爱媛家的克多梅早餐有限定的橘子酱哦。这个蛋沙拉超级好吃。商店街外口才竟然有早市呢，袂晓一手开箱，遐么气势！谢谢，未来食一下麦当劳限定款的甜点。嗯，鸡蛋糕，巧克力果的鸡蛋糕。嗯。竟然拢来到盛产柑橘的爱媛啊，一定爱买一杯现泡啦。我这个，哦，还有这个施工中的稻后温泉本馆，不过内面的摊有营业哦，会使排队入去泡。真特别的祈愿物，这种我无看过。泡汤预约的时间还未到，所以就四界坐坐的。卫生所落来，再坐转去火车头遮。啊，倒边是稻后商店街，加迄个足有名的少爷时钟。店内面的设计用到感觉贪污嘞。还有很多国粹的鸟啊，点一个碗米和一个抹茶。很喜欢这个猫掌，可爱。嗯，这个
香草籽超多的，很扎实，很扎实，蛋香味很浓。嗯，这比较软呢，像水水的抹茶软，水水软软的，这比较像 cream。这间内面嘛有大众池会使进吗？阮伫台湾就有先预约好一个特别浴室啊，伊个票足水个。伫个一楼大厅先囥好鞋仔了，这边这边就是男女大浴场。服务人员带阮起来二楼了，阁有解说要安怎使用。阮预约的这间特别浴室内面真正水甲用要笑起。日本的这种和果子拢做甲足梦幻的，特别浴室还会送这个茶点来，好可爱哟、哦。熊熊发现拢是鸟仔呢，没关系，进大众池的人就是还预约特别浴室来进温泉的。二楼遮的休息区嘛真惬意。菜单呢一看就知，真好点餐。进完温泉，啉一杯冰凉的秘鲁，真合理吧？来个稻荷林稻荷 view， 我一个松山鲷鱼炊饭内面有沙西米，阁有炸物金通海。另外一个青叶鲷鱼饭食法有足侪种诶，伊个座位顶端有说明书。先甲鱼肉、甲两年豆油、辣辣的，会使安尼直接配饭食。嘛会使搁加山药泥做伙食，原味很香，很香，清香。我不行。炊饭搁会附一壶高汤，会使变成茶包饭，加上海苔，搁加这一粒一粒切切。爆饭吃起来比较咸，套餐里边不冷，超好吃。好险我们吃完了哎！吃完后整个大排队。伫楼下的橘子之店买巧克力橘子冰。顺便来看整点的少爷时钟表演。这个手绘瓷砖地图也太厉害了吧，好漂亮哦。这座有吃很多甘蔗，甘蔗汁、甘蔗酒，我个人是感觉还是台湾的甘蔗香气比较高。